点土味情话的天花板。妹儿，这是你的浴巾吗？对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哦，我送你的郁金香都不如你的郁金香。哎，小姐，你好漂亮。谢谢。哎，这个螺蛳粉臭吗？臭。吃起来香啊。就是我之前从来不吃螺蛳粉的，就是今天见到你之后，我就特别想多吃几碗。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因为我想看看我吃多少才能变成你的臭宝。你放这么多盐干嘛？不咸。啊，我得多吃点盐，不然我以后回去怎么每天咸的想你。哎，妹儿，哎呀，我在等你呢，给你咖啡。谢谢。这么好看吗？妹儿啊，这杯咖啡呢略显苦涩，但是看了眼前的你，便也甜了几分。给你画。你们这儿能修手机吗？啊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啊。宝子，你帮我看看吧，我这手机。他收不到你的信息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语文好不好？还行。四个字。嗯。我爱男的那个他，还有女的那个他，这四个字。嗯。组成一句话。我爱。这怎么组成一句话？我爱他错。那是什么？是他爱他。那我呢？我爱你呀。哎，你好，小姐，就是我刚刚有东西落这儿了，能来找一下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刚路过的时候把魂儿落你这儿。这油都没你油，是吧？我这不是一般的油，我这是 I love 油。I love 油。哎，你是单身吗？单身啊。单身多久了呀？单身很久了。很久啊？对。但对不起了，太对不起了。怎么了？让你久等了。你好骚啊。你好骚啊。妹子，你皮肤这么好，怎么保养？平时皮比较厚，痘痘都冒不出来。冒不出来。就是我也想像你皮肤那么好，前两天我去美容院，他们跟我说要多吃维生素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见到你之后我就不用吃维生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。老板娘，哎呦，你老板娘吗？嗯。这么好看吗？我买花。需要什么花？买花送不送老板娘啊？哎呀，我问你，你要什么花？我开个玩笑，我买花，我送人。送小妹，送女朋友，送女生，我喜欢的一个女生，你帮我配一个，就你喜欢的那种。你就像这朵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而我就像这根草。我生在北方，活在南方，今天栽到你手里，也算是去过不一样的地方。